今天星期一，大灰狼来了，小朋友们单脚跳，单脚跳。今天星期二，大灰狼来了，小够激情啊！律动游戏，律动去哪儿啦？今天星期三，大灰狼来了。大灰狼为啥天天来？因为抓不到啊！报告，今天星期四，赶紧把这学期黄创作业交了啊！老师，这是我的作业。这是我的作业。这是我的作业。你这不行不行，这学期期末不合格啊。这节课我讲一下透视关系啊，简单来说呢，它就是近大远小。5 minutes later。 好了，回去自己设计幼儿园的外观和室内平面设计哈，最好是能建模，自己建一个 3D 的出来。我要会建模，学啥学前教育。让姐姐看看谁不想当一个爱干净的小朋友啊。我想当，我跟着姐姐一起唱，卫生纸手里拿，从下往上擦，一擦一比真。